速发布了，装神弄鬼，欺世盗名。你光第一期的建制费，你就要花1200万。诈骗集团不要花10000块就把你破解了啦！我看你那个嬉皮笑脸的样子，你今天没打瞌睡，就已经阿弥陀佛了啦！你打过瞌睡？没你这样的份啦！你就是打过。会委员的时候，当他在讲说这个，这个意大利的部分呢，欧洲的地方呢，却 GPT 不能用，你还。主席，我请。速发部今天的代表，速发部李次长，谢谢主席。那个速发部后，你是次长，是。那个我看了你们通篇，今天6个部会都来了啊，你们的报告，那我觉得你们的报告后写是写的密密麻麻，但是我4个字形容。天马行空，哎，你们去年呐、才这一套所谓 GOV.TW 这个系统，就已经被诈骗集团识破侵入，而且用来对交通罚款，那欺骗我们的民众们说，哎，逾期未缴，那这个用这个来诈骗，才刚被揭发。结果你们死性不改，这一次你们在这个报告里面，你们竟然又推一个什么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平台。这个短码简讯平台很简单，就是说，有个111为前提，那民众就应该相信这是政府来的，这么幼稚。你连那个 GOV.TW 都被诈骗集团运用了，要加个一，拜托，我待会就发个简讯给你，看你信不信。莫名其妙，去年你这个错误，警政署在防骗宣导就说这个网址啊 ，GOV.TW 不能相信。不到一年，你今天又搞这个。所以我8个字送你速发部了，装神弄鬼，欺世盗名。你搞这个111你要搞多少钱呢？你光第一期的建制费你就要花1200万，拜托，诈骗集团不要花10000块就把你破解了啦。我不晓得成立你们这个部在干什么。你看看你今天来的部会，虽然他们的成绩不是很棒，我就讲我们的金融体系，金管会金融体系的，他们至少有他们的专业，他们至少时时刻刻知道说啊，做错的检讨反省。你们呢？天之骄子吗？所以我懒得让你回答了啦，我看你那个嬉皮笑脸的样子，你今天没打瞌睡就已经阿弥陀佛了啦。所以时间暂停，你回去。没打过瞌睡？没你说话的份啦。你就是打过。我没看过这么恶劣的官员。那个主席，时间暂停，我生气了3秒钟。对，那个委员在质询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嬉皮笑脸。那个，他为什么那么生气呢？我晚一点把你打瞌睡的镜头画面传给你了。等一下，我助理会传给你，你好好检讨反省。百万订阅大突破，台视新闻 TTV News 感谢有你，重要直播随时掌握，时事新闻不漏接，一刀未剪，新闻看得更完整，国际重大事件。
Catch 时事最新脉动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